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们要去散步，走到了彩虹森林旁，有条小路，踏着轻快脚步，来到了小木屋。老婆婆亲切挥着手，对我打招呼。她养了一群粉红小猪，一二三四五，还有那黄色松鼠，加上七只小花兔。Thank you.
今天有奶油蕨心酥，甜心泡芙，我一抹小嘟嘟，吃饱了好满足。老婆婆亲切挥着手，感觉好幸福。她带我坐上糖果瀑布，一二三四五，还有那红色鹦鹉，加上三只梅花鹿。他们说，请你不要忘了妈咪的祝福，再回到甜蜜的童话屋。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们要去散步，走到了彩虹森林旁，有条小路，踏着青